张图哦，我觉得打不赢诶。我张图有个好处啦，就是，它的地图的分配啊，就是那个那叫什么，娃娃机的分配还不错。T1 比例吗？在我们这边只有 T4 的比例，对，没有 T1 的。优先放倒一个，这个人看起来笨笨的，感觉有机会。刚其实想砍他，不想抓背的，但不小心抓到了。我的图腾可能在被拆，要赶过去。没有吗？那就好，那代表他们在修这台。这半场不要怕，给他压。重点是他在倒数了啦，我看能不能想办法砍到这个跑妹一刀，然后我就开始隐身，然后把一个人弄爆头。那他 B 下板也是可以的，我就知道。OK， 开蹲，开蹲。我很确定跑妹附近那一颗不是面对黑暗，所以不用担心，面对黑暗会继续做事。连故意不进追逐，把他弄爆头。他想开第二台啊，我看一下他想干嘛。他想开那一台，然后我看他一刀，然后去弄他，不要给他开。不然进追逐了，不小心的，但没关系，赶快脱离追逐就好，不要给他开。看他想干嘛？那我感觉这个人呢、他楼上那台应该已经开过，所以我把他挂远一点。楼上这台，他只开过这一台。然后再去砍一刀，触发我的面对黑暗。抱歉了，我只能说我很抱歉。先给他带一点，然后不管他。我要去回去防他，让他头爆炸。好啊，你要这样搞是不是？我就站在这了，你就很想开嘛，我就站在这了。你的头我要定了啦，你就别挣扎喽。我进血了，哎、好像可以耶。
Nice。拜喽！这边这边你再开，我去弄他，他画起来。突然觉得面对黑暗的小猪爆头流好像挺有料的、欸。哇、啊，好像挺有料的、欸，可以看到。哇塞，你知道 他做什么吗？他台板，他应该有对他。啊，没有，他台板去骗我哎、欸，好有料啊，这人有想法。那、啊、你的头应该也要爆了。剩这个了，这个一百转的。处理一下他。要四个都爆头吗？有点难，有点难。他把我的面对黑暗拆掉了，那我先弄这个阿德，刚好给他拆到了。像面少一个面对黑暗的情报，他们要猜会比较好猜一点，有点可惜。但没办法，阿德会，阿德是我诅咒他的那一位，面对黑暗诅咒他，所以他想要猜是很安全的，他不会受到面对黑暗的尖叫。嗯，那也没办法，我只好来搞这只了。不给劲追逐，你头要我要定了。取一下发电机，他这边应该暂时不想拆了。大 QT， 来倒着追，倒着追，独门绝学，倒着六本。哎呀，快炸了吗？我这边还是得过来 给点压力啦，所以我先来追这位。差一点点，他反应很快。哎，另外一个也不见了，那下一个就你了，就决定是你了。阿德不会去修机的，就决定追你了，一百转嘛 ，OK。先进追逐，这个点要进追逐才追得到。我要想办法先进追逐。OK。不会是一百转的、欸，真的不好追、欸。在这种地形，他特别的得心应手。我直追好了。感觉用骗的骗不太到他，我就直追的。先堆杀戮起来。
第三次了，我也两层杀戮了，你整搞、哦。皇帝哈。直接不开机，我会去踹机啊。他要开就刚刚就会直接开了，因为阿德头刀拆掉了。所以说只能三颗了，我觉得我炸到两颗就已经很秀了吧。结果人家直接开一把，他不是很强，他怎么开一把、啊？我也没手啊。好吧，那他不想玩就算了。我想说，搞不好可以炸到他的头欸，他直接放弃游戏，有可能是那个阿德不想救他了，他看到了，那也不能怪他。提刀。零欸。好吧，零。被阿德跑出去了，阿德一个99的，这样讲就没错了。怎么东西？我还在瞄准呢、欸，怎么有一个人？我瞄的正开心的、欸。